些时候觉得很悲哀，那种感慨说不出来。心爱的模型要买不买，到底要买不买？发型可以弄得很帅，胖一点会更加可爱。晚点回家没人责怪，因为我是个男孩呀呀。看多少恐怖片也不怕，就算就我一个在家，多少女孩想看我守寡，哈哈，我有守寡一家。Hi! Hello 大家好啊，咁呢、又是我 Miss Wong 啊，咁呢今日呢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关于、一个手作的一个短片来的。咁今日呢好开心呢就请到我一位呢好好的朋友来做嘉宾啦，咁呢佢就叫 Carmen。Hello, 我是 Carmen。咁呢今日呢其实好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我以前呢都好即一路睇我啲片都知好喜欢一啲 Vintage 啊或者啲手作的嘢啦、或者是艺文星，实质就不是那个艺术的艺的 ,ok?但我就當中都擺過，曾經擺過一些市集攤位嘅，咁都唔止一次。咁我咧都知道 Carmen 咧，其實佢都有擺過呢啲市集。咁咁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我哋曾經做過嘅一啲小手作啦。咁都好希望睇翻究竟手作嘅市場個價值喺邊啊？又或者其實而家去到現今，咁究竟其實呢一樣嘢仲 hit 唔 hit， 或者定係已經係過咗潮流，冇一個延續性嘅咧？咁即係都今日都想透過呢段片咧，同大家去傾下偈，咁講呢樣嘢嘅。好。咁首先咧就問下 Carmen 先啦。我見到呢啲嘢真係好鬼靚喎，今日咧都忍唔住咧攬咗個起身啦。係。咁都有大嘅。係啦。咁我想問一下，一開始其實點解會無啦啦想做呢啲手作嘅嘢嘅？其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玩一啲布藝嘅嘢啦，咁你見我嘅作品通常都係同布料有關嘅。咁另外我又好中意畫畫喎，中意畫一啲核突公仔啦，係啊，俾大家睇下類似呢啲咁樣嘅 style 嘅核突公仔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可唔可以將我即係中意做布嘅嘢加埋我自己畫嘅融合一齊咧？咁、我就開始慢慢嘗試咗一啲，譬如簡單啲，我哋揾一啲好靚嘅布，通常都係日本嘅布，好靚噶嘛，係。咁、我就買咗好多翻嚟，咁就試咗整公仔啦，即係有啲公仔啦，有啲掛飾啦咁樣啦，係啦。咁之後後期我就會玩一啲，譬如刺繡啦，又或者畫嘢咁樣，畫喺啲布上面，再整咗一啲襟章啊、橡筋咁樣，係啦。咁我就自己喺屋企玩先嘅一開頭，係啦。咁之後咧有一個機緣巧合就即係嘗試一下出去報名擺市集，就係咁樣咯，就將我嘅作品帶到喺大家面前。我知道前嗰幾年擺市集咧、通常都係有一個 JCCAC 嘅機構會成日都 pop 嘅，冇錯。咁而家多咗咧，就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會喺啲藝術空間，例如可能 D2 Place 啊嗰啲都會擺嘅。咁你當時你係跟邊一個類型嘅機構咁樣去做呢啲嘢㗎？兩邊都有，兩邊都有。其實D2 Place 就會比較欣賞你的手作，因為入選都是比較難一點的、即有一些 criteria 你要 send 你的作品相，又或者要介紹你自己的 brand 你的品牌才可以有機會被他揀選的。剛剛你所說譬如 D2 Place 一個地方，其實它場地很好的，就是很大一個空間給你自己去發揮樣，但是通常都會是一些譬如私人又或者一些商業成分會比較重一點的，係啦，即係直接啲講就係可能要俾錢去租一張台啦，跟住先至有機會去展示你嘅作品咁樣咯，係啦。咁所以譬如自己揀選嘅時候，資金方面你即係要俾一筆錢去租台先啦，係啦。咁我諗兩邊個形式有少少唔一樣，不過兩樣我都試過。因為我自己擺市集嘅時候咧，就同 Carmen 好唔同嘅，因為我係大學嘅時候咧，真係因為我讀教育學院嘅，咁而家教大學啦，咁當時就係有一個機會，學生會就推出咗個計劃咧，就係喺學校度擺。咁當時個租金咧係超平，我記得。咁所以咧，我係冇特登考慮過成本賺定蝕呢個問題。咁但係因為我知道，如果出去擺嘅時候咧，有機會真係本身個成本都高噶嘛，租入面，然後冇錯。變咗我就會考慮啊，咁究竟其實我哋係想賺錢為主啊，定還是興趣為主、好容易混淆呢兩樣嘢，好容易混淆，你亦都無可分割嘅兩件事，係咯。咁所以
一路落嚟其實就租金越嚟越貴，我都覺得每一次擺都要好小心咁樣咯。嗯，咁我哋不如等下睇下，我哋由作品開始再慢慢講下，究竟入面有啲咩辛酸或者有啲咩特別享受嘅嘢啊？好啊。頭先我見你講話你係布藝，咁你需唔需要用到衣車㗎？我全部人手聯嘅，我就唔用衣車。咦，咁咪即係要用翻我哋而家係家政堂？係啦，冇錯，就係家政堂啦，即係一啲針布啊，冇錯，係啦，冇錯。咁我睇下先，喂，好似等我都揀下先，我想睇大嘢先。係大嘢。呢個大嘢咧，我 show 俾大家睇下。呢、這個好鬼靚嘅，咁呢個係所謂做啲乜嘢㗎？其實佢本身呢一個就日本布料嚟嘅，咁就係一個好靚好大嘅，比較都好 vintage 嘅兔仔圖案咁樣啦。咁首先 Miss Wong 手上面嗰只咧，我就加咗個好靚嘅，好似結婚嗰啲頭紗俾佢啦。咁我呢一隻兔仔後面咧，反一反後面啦，我就做咗個襟章嘅，係啦，咁就可以要嚟即係一個掛飾咁樣啦，掛喺袋啊或者屋企擺設都好適合嘅，係啦。咁另外我手上面呢一隻咧，我就會加咗一條繩俾佢，係啦，呢一個就真係掛飾啦，即係可以放喺手袋上面，係啦，或者喺屋企掛住。我覺得可以掛喺啲門度啊，有啲咧啲日本富人咧好中意咧掛啲布藝嘅嘢。冇錯。咁如果呢個相對嗱，其實因為整嘅時間都多啦，咁你花時間整嘅時候，你覺得個價值有幾高咧？嗱，即係價錢呢個係真係好深嘅學問嚟，係啊。你當年即係嘅價錢係幾高啊？當年其實一隻呢一個兔仔咧，我就賣68蚊嘅，係啦。如果68蚊，你會唔會買咧？會啊，因為我中意藝術咯。係啊，嗱，藝術係無價啦。見到好欣賞藝術嘅一個客人，真係非常之咁高興，係啊。如果香港全部人好似你咁就好啦，因為有時候買翻啲嘢翻去咧，阿媽定講係垃圾嚟㗎。係啊，即係唔同層面嘅人睇就唔一樣。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堅靚嘅喎，同埋你要欣賞佢當中嘅idea， 所以你問我嘅話，因為你普通一塊布其實人人都買到，但係當你去將佢變化咗一件產品嘅時候，你加嘅一啲 details 位啦，或者一啲細節嘅功夫同心機，呢啲就係我會覺得係值得去投資落去買嘅嘢咯。冇錯，亦都係我點解堅持全部都用手聯，就唔用衣車車咁樣。仲有冇其他嘢睇下睇下先？你最中意嘅入面，你會 sell 邊一啲出去俾人睇下？其實我又可以分享一下，即係譬如我擺市集最暢銷係邊一個產品？好暢銷，暢銷，暢銷。咁其實我在市集裡面我就會即最暢銷的產品就會是這一隻嘅，即係我啱所講我自己畫的畫一個醜樣公仔，畫多謝，呢個贊定彈嚟我唔覺得，我覺得唔醜樣好 Q 喎。係啊，即係一個比較特色啲嘅公仔啦，係啦。咁我就會客人嚟到啦，見到呢一隻公仔啦，咁我就會話其實我可以即場畫你個樣嘅。我會帶好多呢一啲白色嘅布咧去市集擺檔嘅，係啦。咁呢啲就係防水，即係唔甩色嘅筆啦，係啦。咁就即場嚟，即係可能 Miss Wong 係啦 ，Miss Wong 嚟到我就會畫你個樣，畫完之後我會即場襯埋後面嘅一個托底嘅布料啦，係啦。咁客人就可以揀做我手上邊呢一個橡筋啦，其實。女孩子好中意，即係本身已經係聯好曬一個個，但係就都唔係全部係即場整，即場整係幾快就會拎到咧？嗱，其實我自己就會20至半個鐘頭就叫客人，可能市集有其他檔噶嘛，咁你行完之後再過嚟拎翻你件產品咁樣咯。不過即係我都快手嘅，因為都熟能生巧，係啊，自己都好中意整，即係整咗都好耐咁樣咯。咁所以我諗半個鐘到就一定起到貨嘅，係啦，咁就即場畫好咗，咁就會可以揀做呢一個橡筋啦。即刻試下扎俾大家，一望到嘅時候真係忍唔住啦，頭髮我好多嘅，要扎自己上個頭度係好搞笑嘅呢件事 ，show 出嚟俾大家睇下個成品，如果扎起嘅時候係點樣模樣。好啊。男孩子就通常會揀襟章咯，即係有時好多情侶咧，男孩子女孩子每人畫一個就會係咁嘅樣㗎啦。幾靚啦！多謝，係啊，呢一個就即係比較得意啲，亦都係喺市集裡面就獨一無二咁樣咯，係，因為真係全部即場畫。有啲譬如扎孖辮嘅小朋友咧，我會將佢畫得肥啲啦，就打橫發展嘅咁樣咯。咁所以就真係全部即場做嘅，咁樣係。咁呢一個就係我最暢銷嘅產品，亦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因為可以畫嘢，又可以見到客人，即係見到我畫嘅嘢就好開心啊！哎呀，好似自己啊，好搞笑啊，呢個樣咁。咁呢個都俾我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喺擺設集當中。因為我知咧，而家畫嘢呢啲咧，有時候我睇啲 IG shop 咧，都好多未必係 IG shop IG 嘅 account 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graphic 出咗嚟。我覺得account 文厲害嘅地方係佢能夠將佢嘅 graphic
然後延伸做一個作品，成為一件產品嘅時候，等人哋去再有多啲欣賞嘅地方。因為始終香港商業社會比較重啦，如果真係我哋單單淨係靠畫咧，變咗冇一個實際用途嘅時候，我哋就會浪費咗我哋原本嘅畫工，我覺得係有時候會。係啊，所以我都好高興可以做到呢樣嘢。我仲見到咧有另外一個有刺繡有字呢、這個是啊，我啱啱揀咗個掛咗喺身。係啊，我都揀咗個掛咗喺身。係啦、啊，依、這個又係自己繡落去㗎。係啊，全部都自己繡。係啊，呢、這個係之前都非常之流行嘅一個好藝術嘅英文字啦。係、啊，咁我之前都即可能上網睇咗好多嗰啲練字嘅嗰啲叫咩字帖啊、英文字帖係啊，咁我都試下自己寫。哦，係，冇錯，英文書法係啦，咁、啊、都試下。自己寫啦，咁我又覺得啊，寫完之後點樣先可以啊？譬如寫生日卡先至會出現噶嘛，呢一啲嘅即係藝術嘅字，咁我又試下諗下，可唔可以喺我嘅作品上面呈現出嚟啦？係啦，咁通常都係一啲單個英文字，然後我將佢整成襟章咁樣啦。咁其中嘅元素都係我會加啲絲帶啦，有啲珠珠啦，係啦，咁啊有啲筆跡布啦，咁加埋上去之後咧，就會變成一個襟章咁樣咯，唔同顏色、唔同嘅配搭，即係個玩法係有好多嘅。嗯，系啊，睇完佢嗰啲，不如又睇下我嗰啲啦。咁冇噶呢個咧，都好可愛啊！你啲作品冇，我自己好中意收埋啲垃圾噶嘛。但係睇咗前幾段片，應該都知道我屋企好多垃圾噶啦，係咪？咁其中一件垃圾咧就係呢啲盒啦。呢啲盒咧其實係平時新年啦，啲人送嘢食俾我啦。其實我唔中意食甜嘢嘅，但係往往就收到好多呢啲盒啦。又或者平時你見到側邊啲人咧食完啲盒，喂，你唔要個盒啊，不如俾我啊。咁咧就有好多呢啲咧。好靚 pattern 嘅盒，咁我就好中意儲低佢嘅。咁原來冇諗過有一日咧會真係用得翻。咁當年咧其實我係有買啲盒添㗎，我係因為好中意將啲 vintage 嘅嘢覺得可以有個 recycling 嘅概念咧，就變咗人哋覺得會係延續性會欣賞嗰樣嘢嘅。咁其實點解會再去擺市集或者係點解會做咧？其實初咧其實擺市集第一次喺教育學院擺嘅時候咧，其實係做一啲耳環嘅。主要當時我是冇釘耳窿而去做耳環嘅，係啦。因為我就係覺得啊，點解時一個城市好多都是耳窿，即係要吉耳窿嗰啲耳仔嗰啲啦。咁就發現咗我其實好中意耳夾喎。咁然後就諗啊，不如試下整一堆出嚟，又可以整耳夾，又可以整耳環嘅。咁自己整又中意，又 colourful 啲。咁就諗咗一大堆唔同嘅pattern 去整啦，咁跟然之後咧，仲即場仲可以幫，好似你咁樣 tell 我即場幫你，你要夾嘅就整，然後你要吉嘅就吉落去啦咁樣。咁咧嗰陣時咧就諗咗一個概念，我自己諗嘅時候就多啲唔同嘅設計嘅方向，因為本身自己讀 design 咧，我會係不停喺度諗如果我個 packaging 做得好啲，咁亦都可以同一時間提升咗我本身嗰件產品嘅價值。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就做咗一系列咧，呢啲係復古女郎嘅一啲相，即係個底子嘅包裝啦。咁呢個可以 zoom 俾大家睇。其實仲有好多嘅，因為咧好多都賣曬出去啦，我可以影翻補翻啲相咧喺側邊俾大家睇下。咁咧其實嗰陣時咧就會諗啊，我會揾當時可能係六七十年代美國或者係一啲外國嘅女仔，即係好似有一啲美式漫畫咁樣啦。咁咧就將佢哋成為一個包裝嘅底子。咁我有試過咧，整完啲耳環之後咧，吉落嗰個女仔隻眼度啦，然後咧。即係吉落張紙嘅耳仔側邊啦，吉落佢個胸度啦，咁呢個咁啱吉落佢大髀度嘅，咁啱呢個就係啦。咁就變咗原來咧，我將所有嘢擺曬出嚟之後咧，就咁睇翻啲相，你會睇到嘅。大家會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好似喺度睇緊一個瀏覽緊一個畫面咁樣，然後先再去睇入面嘅產品，佢哋就會覺得啊，其實都幾得意喎。然後本身成本唔高，我就壓個價就變咗冇咁貴，其實真係好平。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一開始咧驚死自己蝕啊嘛。要擺學校你啲學生價啦，你知道我賣幾多錢啊？我一講起出嚟咧，我都覺得咧，即係過分啊！有啲刻意咯，自己嗰陣時，我嗰陣時係賣緊，如果係耳環最平係20蚊，我會買五對咯。然後我本身開始咧，因為我同我個 friend 一齊做嘅，我哋仲喺度諗緊，死啦，會唔會冇人買㗎？跟住咧，點知一開嘅時候咧，係我哋最冇期望過賣得出嗰對咧，竟然第一時間賣出咗。其實我想講咧，擺設集另外一樣嘢令到我好興奮嘅係咧。
係你 sell 嗰個過程其實係好緊張噶、嗯，因為當你擺曬啲嘢出嚟嘅時候咧，你自己本身好有自信，嗯、覺得啲人會買噶嘛，係會擺出啲咯，將嗰啲靚嘢擺出啲啦。然後當啲人喺度睇嘅時候，就會通常咧啲人嚟到喺時就話、嗯：哇，好靚喎、啊，好靚喎、啊！咁、嗯、靚完之後就會走噶啦，靚完之後就唔買噶啦。咁但係原來咧，當佢哋靚完之後，決定咗買拎上手下咧，哇！你個心情係好 high 好興奮嘅。係啊，開始心跳啦，又會想 sell 佢，但係又驚嚇走佢嗰啲咁樣嘅情況，係啦，好明白。所以變咗咧、其實當中如果你話擺設搭咧，其實都係一個少少踏出一步，就係將自己嘅嘢、用一個商業嘅價值去分享俾人哋，亦都係我覺得係我哋讀 art 或者讀 design 嘅人咧，可以嘗試一個途徑去令到人哋去欣賞自己有滿足感。嗯，冇錯。咁繼續講翻我啲產品啦。咁當年第一次擺設集就係做呢個 vintage 嘅耳環為主啦。咁、去到第二次就真係已經係做緊老師嘅時候。做緊老師嘅時候，其實我好想將我自己經歷過嘅嘢咧，就帶俾啲學生。咁所以咧，我亦都咧做咗一轉咧，就係聊啲學生。我話喂喂，有市集，有學校資助。全部有資助嘅，你淨賺錢嘅，乜、不如試下啦咁樣。冇嘢輸啊嘛，係冇嘢輸啦，除咗輸時間之外，其實當時係輸咗好多時間。唔係學習嚟嘅，輸咗做 SA 嘅時間嘅。咁嗰陣時我就帶咗一班女仔啦，咁、通常都係女仔多，男仔唔好中意玩市集嘅。咁、通常係我就同佢哋講，不如我哋建立咗個主題先。其實有啲似我哋而家做 SBA 咧，要定個主題方向。咁傾完之後咧，就決定咗定一個叫 Animals Party 嘅東西。咁、咧就我哋去深水埗度咧就買咗好多咧呢啲一隻隻，呢啲一隻隻咧唔同嘅動物玩具啦。咁當時咧其實呢啲動物玩具其實價值就唔高嘅，個成本就真係唔高嘅。咁然後我哋就諗啊，其實呢啲動物本身真係好得意嘅喎，咁但係我哋點樣去將佢令到佢變成一件係日常生活入面用得著嘅嘢咧？咁仲要我哋唔可以就咁就整隻嘢出嚟就賣噶嘛？咁我哋就翻入去諗啦。其實本身咧佢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顏色，都唔係好靚嘅，眼耳口鼻有啲暗沉沉。咁我就話喂。畫得噶嘛，你哋叻噶嘛，畫工 OK 噶嘛，練習埋當練習埋塑膠彩點樣畫嘢啦、然後喺上面幫我咧做翻唔同嘅紋理啦、texture 啦，甚至乎喺上面咧就好似你咁樣加啲珠仔啊、加啲布啊、布碎啊，咁呢啲布碎咧、其實都係我教佢哋可能喺深水埗入面去揾一啲平啲嘅布碎，咁、樣去拼湊埋一齊。咁我覺得個過程係佢哋學習咗，原來要完成一件作品，我哋需要去尋找一啲物料嘅。咁變咗，其實佢哋 SBA 入面都成日都會經歷咗呢樣嘢，就係、我好想整一件嘢出嚟，但係佢哋啲物料唔知喺邊度揾。咁其實呢個過程都係我覺得係佢哋可以學習得幾好嘅地方。係啊。咁呢一啲咧，我都覺得係好得意嘅呢個。呢個係本身係一隻黑色嘅犀牛嚟㗎。咁我就話喂，黑色唔靚啊，換個灰色啦，個原色似啲。然後咧有個細路仔就同我講：喂，唔得喎，不如含住個金珠出世啊咁樣。咁咧就咧好型啊，塞咗個金珠咧就落咗呢個位度。咁最尾咧我就話要好似真係一個包裝咁樣賣出去。我諗個辦法啦。然後咧佢哋咧就話不如我哋用黑色做底啊，因為我哋用啲鎖匙扣呢啲全部都好彩色噶嘛。咁然後就做咗啲潑墨咁嘅效果，好似星空咁嘅感覺。咁就做咗一個咁樣嘅鎖匙扣啦。同埋咧，亦都做咗一啲咧，頸鏈嘅嘢。咁當時咧，其實咧都真係幾暢銷噶，因為本身都唔係真係話得貴。其實呢啲頸鏈我好似咧，我自己都攬咗條攬到而家有啲甩色啦，呢只北極熊。好 Q 啊！咁咧當時我記得好似係賣60蚊一條，60蚊一條，所以咧都會買，都好多人去買同埋問價咯。咁有另外一個好重點嘅我要提醒就係、是。當你賣市集咧，唔可以圍繞住太多產品，但亦都唔可以咧賣死一樣，咁因為我去做嘅時候咧，本身呢啲咧就係花嘅時間好多，因為又要畫又要整啊嘛，咁我就同一時間同佢哋講，我話喂，呢啲咧係賣得高價錢嘅，同埋係相對你要花嘅時間豐富好多，咁所以我同一時間要買啲花啲時間冇咁多，但係賺得翻啲錢。呢啲亦都係商業嘅策略嚟嘅，所以咧讀緊 business 嗰啲亦都係有可以吸收到嘅概念嚟嘅。咁點解咧？我就同一時間咧同佢哋講，喂，平時畫開 graphic 噶嘛，你哋咁同一時間練畫啦，唔該。咁咧我就叫佢哋咧就做咗呢一個呢啲咧咁嘅 graphic 嘅書籤仔，咁咧做咗一系列嘅，咁有呢啲啦。咁當時佢哋咧其實咧就係、先畫咗個稿，然後我就幫佢哋咧就係 copy 好多個。
然後就叫他們自己練 marker 顏色呢，就再練回一些深淺漸變的顏色。那他當時他們呢經過了這個訓練之後呢，自此對 marker 是完全沒有恐懼感的。是的，很型喎，其實真的逐層逐層有深淺漸變的練習。那其實個過程裡面，即大家做的時候有新的啊，好辛苦啊，做完美啊，但是我覺得個滿足感很大。最後出來的成果其實很漂亮，即很吸引，擺到出來的時候即是變成就我會即都想多一些不同的啲範疇，想啲學生可以再做好一點。係。入面都是類近係呢啲，即但係我去諗嘅時候，就如果而家再有機會，或者你會唔會再去想繼續去將呢堆嘢擺出嚟俾人睇？又或者其實你期望會唔會係覺得香港個手作嘅市場而家係點樣偏向？因為我知道你有幾次唔係喺香港擺。是沒錯，我之前有試過即剛剛開始的時候就 base 在香港比較多的，之後剛剛有提及到就關於租金的問題啦，係啦，咁都可唔可以講個價錢出嚟參考？可以，可以。咁一開頭其實可能一張即擺到市集嘅台啦，係啦，就$500左右啦，跟住之後就將個工價調整到$800，咁$800其實都維持了好一個時間嘅，咁之後就再向上加啦。就加到過千，甚至去可能大張少少嘅就即係1500-1600買一日啫喎，又講一日。香港嘅租金真係超貴。係啦，咁最多啲 two place 就係兩日咯，即係星期六、星期日兩日就一個價錢咁樣，係啦。咁大家都可以想像到，譬如我去一個地方擺檔，我要先付出$1000嘅 ，let's say， 咁我啱啱所講，譬如我一隻公仔都係賣$几十，我就算要畫嘢，我都係賣$几十，我都冇一啲超過$100嘅 product。咁當然啱啱所講收到嘅個滿足感啊，其實都好開心。咁但係都要平衡一下你嘅，即係譬如你付出嘅時間啦，我都係花好多時間先可以即係縫製到一隻嘢，又或者哇呢一啲刺手真係會搞好耐先至做到一樣嘢。我係唔識得亂嘢唔叻，所以我只能夠整嘢同畫嘢。係啦，即係其實。大家手作人都是有一個好都幾大的付出，即係花心機啦、時間去做嘢。咁之後可能得翻嚟嘅回報咁啱夠 cover 到個租金，其實就已經好開心啦。係啊，咁所以即係香港嘅租金呢個問題都幾嚴峻嘅，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啦。咁所以我再去諗嘅時候，我就會開始睇一啲深圳的市集啦，我知道之前 Miss Wong 都有介紹過關於 Little Things 呢一本雜誌，係啦，嗱我會咧 click 翻條 link 咧喺下面呢度，係俾翻大家揾翻我段片嘅 ，OK， 係啦，咁 Little Things 係一個好好嘅一間公司嚟嘅，咁佢一開頭就係做雜誌啦，大家都知道，咁有啲好即係世界各地好得意嘅嘢都會放喺佢哋個雜誌元素嗰度，咁佢哋自己喺深圳咧有一間店鋪嘅，咁佢哋咧都亦都有搞呢個市集嘅，係啦，咁就店鋪出面有。有一個很大的空地，他們通常都會租那個地方是放一個市集這樣，一個月一次的，他們就不收租金的。不收租金，不收租金很正的，是啊，其實只要你即都是一樣報名，有一些作品給他們看，只要他們認為你的作品是跟他們的理念相似，又或者他欣賞你的話，就會揀選你邀請你過來擺檔這樣咯。所以擺檔的檔主除了我是來自香港之外，都有很多除了深圳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認識有一個是在湛江過來的，湛江即那邊就主要是內地市場的客戶啦，是啦，但人流是多不多呢？你定還是比起香港有不同呢？人流都 OK 的，都算多的，但是客戶就跟香港不一樣，香港的客人通常就會是我想年齡層真係好廣泛嘅，即係有年輕人啦，亦都有一啲即係上咗年紀中年嘅人啦，咁有一家大細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客户啦，咁佢哋都帶住唔同嘅期望嚟市集嘅，咁有啲就會想你執平嘢啦，有啲就互相學習啦，會望下你啲手作係咩嚟，可能係同行嚟，佢都係做布藝咁樣，係啦，咁即係通常香港人嘅心態就係、是。哇！我買你一條橡筋啫喎，你收我$几十，我喺街買$5-6一條，即係佢哋會個心態會咁樣，即係欣賞藝術嘅成分就相對比較少咯，我覺得係啦。咁而喺內地咧，可能暫時都
冇香港咁興嘅，又真係，即係佢哋嘅搞手會比較少啲嘅，係啦。咁所以so far 我記，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嚟行市集嘅人咧，都係年輕人比較多，即係比較集中嘅嗰個客群，係啦。咁佢哋亦都係有一個欣賞你嘅手作嘅心態去出現，係啦。咁亦都關於 little things 都有一個即係篩選嘅制度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啲幾OK 好靚嘅嘢先至可以展示喺佢個市集嗰度咯。係啊，兜個圈賺自己。唔係啦，真係整得先會咁做。因為我覺得我揾 Carmen 嘅第二個原因係佢擺嘅地區同區域咧，唔係淨單單香港。因為我咁做手作咧，其實外國都有好多，我知道有啲喺歐洲嗰邊啲 wet market 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擺手作之餘都會擺啲二手嘅嘢出嚟賣。咁其實原來個市場嘅廣泛性都好大。咁可能今日特登去拍呢段片嘅時間係好想大家去探索一下呢一方面嘅領域咯。咁變咗可能其實大家去接觸或者了解嘅時候，一啲舊物啦，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家唔起眼嘅嘢，大家再去處理嘅時候咧，經過咗心機同埋心思去做咧，我覺得係幾值得人哋大家去睇同埋去欣賞。係，我都咁樣認為。好，咁今日我哋就到呢度先啦，都講咗好耐啦，咁好多謝我呢個靚靚嘅嘉賓啦，多謝你邀請我都好開心。少少嘅提議啦，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嘢，或者中意 Carmen 嘅嘢嘅話咧，而家俾個 tips 大家，如果同學仔陳王同學仔，或者係睇咗呢段片嘅朋友仔啦，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好靚嘅手藝想同我哋分享嘅話咧，其實我唔介意同你哋一物換一物嘅，過嚟，咁唔使俾錢嘅，係啦，只要你整到靚嘢，我就同你一樣換一樣。咁呢個係呢段片特別俾大家嘅 bonus 嚟嘅 ，OK？ 咁希望下一次再講其他嘢嘅時候，都有機會再請到 Carmen 同我哋一齊分享啦。多謝你，今日就到呢度先，好啦，拜拜。如果我是个男孩，那就是我的最爱。面对着喜欢的人，我会说出来呀。如果我是个男孩，你路也许是活该。化妆品全被抛开，换上运动气派。如果我是个男孩，呀呀呀，有些时候觉得